现在在国民党的民调当中哦，台北县长的候选人部分哦，好像只有胡志强可以跟这个周习伟一拼哦。周习伟、苏贞昌一拼，苏贞昌派的哦，对，所以他要先跟周习伟一拼，然后才能够跟这个苏贞昌一拼，蛮成功的。对，所以只有这个胡志强哦，陈长，你预测一下，胡志强最后会不会出来？对他来讲。他很难的、啊，他我觉得他会选择最好是不要，但是这是看马英九的做法。我要是马英九哈、啊，把这些天皇级的找来，下去选，输了我跟你当院长，赢了我让你当总统。2016，2016，2016，你知不？2016，骂起来有一波，总统可以让位，哎，不然现在就挺他嘛，全力挺他嘛。我等下讲骂的吼，那个康熙帝国不登一垮，这个我这全输拢没啊，对啊。